我先问一下各位，请问打字，各位打字的速度快还慢？我应该算普通了哈，要用，但是要安怎打字慢了怎么办？刚没用讲的，用讲的会用你呢？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从这边，云端硬碟怎么进去？从这里，你如果进到 Google。好，你会看到它上面都有一个黑色的那一条，放大放大。好，有没有看到黑色这一条？有嘛哈？有没有看到云端硬碟？但是我发现有的不见得显示在最前面，好，有的人的不见得在这里哈，因为我现在有登录，所以有的人可能在更多。哎，但是都不管怎样，应该会找到。就算没找到，再找更多也会找到。因为更多，你就它全部的服务会列出来，好，全部服务列出来哈。那你从这边就可以进去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左手边有没有一个新增？嗯，新增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叫 Google 文件？嗯，这就等于是线上的 Office 了哈。好，我把它点一下。好 ，OK， 我在这里新增没关系。好，进来之后，如果说你想要